他就会来咯，就算回家了他忘记带来，他放学后他都会教我们，就说他们自己本身有那个兴趣，然后这个东西我们是看到他们很喜欢，孩子是很喜欢。其实我们最重要是看到他学习，对，会做电脑，不会做电脑是创造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创造创意很重要。其实有很多学生都蛮创造力蛮强一点的，我们教一他可以去恐怖啊、食物啊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你们在去游大的至少有奖给他们，并不是那些很聪明的孩子才拿到奖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中下的孩子都拿奖，所以可能这一点就吸引他们了，那些可能在读书方面不是很好，可是他在这一方面他可以做啊，他可以去做出来，所以他就很开心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，如果真的是这种学术的他是没有机会拿奖，然后在这一方面他因为他 creative 嘛，所以他可以拿到奖，所以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吸引力，所以孩子会喜欢。没有了，我们很感谢，很感谢你们 UTA 还有这个 UTA 给我们学校这个机会啊，孩子的一个这样的机会，真的是很感谢你们。我要我们继续。Today to school today.